地球有多重？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，其质量约为 5.96 乘以10的24次方千克。地球起源于原始太阳星云，现有40到46亿岁。表面的气温受到太阳辐射的影响，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约15摄氏度左右。地球是两极稍偏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的椭圆球体，表面面积有 5.1 亿平方公里，其中 71% 为海洋， 29% 为陆地。在太空上看地球呈蓝色，地球内部有核、幔、壳结构，外部有水圈、大气圈以及磁场。地球自西向东自转，同时围绕太阳公转。地球是目前宇宙中已知存在生命的唯一的天体，是包括人类在内上百万种生物的家园。